再紧一点啊，小心磨破了。好，站好就站起来。准备，蹦跳，25、26、7，走。一，先回到脚腕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收，拿出来，快。小背准备。好，来把重心给到后面，10秒钟啊，10、9、8，再往后放点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收一下。来，准备跪地脚掌，来起来，小宝，好，直接跪地就行了，走跪地，脚掌在跪地，跪地上，好，后面是脚掌，不，脚掌，这是绷脚的，勾脚，哎，好的。不用不用上砖块，快断一下脚掌。对，10、9，把脚跟并住啊。8、7，刚才我们是压脚尖，现在我们断脚掌啊。6、5，同学们看我，我们动一下脑筋，刚才是不是这样压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反过来压它。好，把脚掌往前放，脚跟往前放，也是往前放。6、5、4、3、2。压下一，好，快吧，起收起半，来拿砖块，来上去，好，抬上去，再来10个啊，脚掌脚尖，5、6。先生，脚尖主线，准备勾住脚，5、6，后背直一下，把袜子取下来，5、6，勾脚，下面勾，上面绑，6、6、7，勾。
大拇指设定了没有？好，在这个地方就六。
下来。接力十秒换反面，六七九十九八七六五四，回去三，放松，别紧，二，放松一下，一，起，收，看，放松，来了，换反面点。好，准备，一上下一百个，五、六、七、数。Thank you.
下一个。好，来准备听力十秒换嘴，六七走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上，准备先画完等一下，右嘴横下声。十九，延伸一下自己，八，把凳子抬出来，准备打花筒，七六五四三二，压一下，一起，
说。好，来一二一二报数。好，数一躺地，好，躺地，准备裁判，十万来上来上，来抓好，别放地下去。半，晚的那个人老师上来啊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，好，谁来？对，走，站我下来点，站下来点。好的，走，打开，脚放那点，脚放那点，走上，准备。好，有控制的啊，他发射枪了，慢一点啊，来，你是那个彩旗吧。好，所有人准备，五十秒，上手，开始数，上手，数上面数，仔细数，十，上面数，二，五十秒，从一开始。下面要放松，要吐气，然后自己主动要想迈开，不要给他对着啊，不要给他点，越点的时候越容易受伤，洗筋包。他一抬的时候，你要想迈开，就像沉入大海里面一样，你别顶，对，慢慢往下沉。他已经松开手了，不会再沉了啊，不会再重了力量。你们自己要想着，哎，无限的延伸去找地面，再放松，再放松。好，闭上眼睛，来感受五秒，放松啊，五，吐气，四，再放松，自己放松，三，二，一，走起，换，换人，副总，上，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走，来，我给你往下一踩，你去打打打打，踩一往下一打。准备啊，手打开，下面人开始啊，五十秒一样的，他们上去之后呢，你要想着无限的往下沉，放松外开，从你的胯根开始放松啊，准备六七走，开始上手，上，好，下面数，数，二三四，不会放松，六，咱俩一起放松，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。肩膀再放松，3, 7, 3, 8, 3, 9, 4, 10, 哎，你们这样握着拳头，并且缩个脖子，都是紧张的状态。你看谁睡觉的时候还握个拳头缩个脖子啊？用那么大劲儿。好，闭上眼睛，感受五秒，五、四、三，吐气，二、一，好，收下。都是这样，这表情那么僵。走起，看，属于的人上凳子，上。来，你的话术上了，不用上了。来，上，快点。准备打饭啊，十个，走，脚并拢，快。五，老师节奏不快，但是你们要放松，下的时候给我点重拍啊。五，六，七，走。Yeah.